眼睛，古伦德，圣朗鲁斯基，逃跑的眼睛，错地分赃。我把他推过去，反而自己没打到。推过去是个不是个很好的打法。我们得谈一谈呢。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所以他这个剧情观其实还蛮简单的，雾龙针我因为他每一关每关他出的点不一样，是不是只能找而已。